他谁就给我。真的，真的。要讲真的。真的。自己画主持人，各问一题吧。有没有遥控？这有遥控器？没有没有，不会这样子。讲到自己的话，主持人会各问你一题哦。啊，来 S 先吧。好可怕。有一题是我们康熙的传统题啦，真心话一定要玩的。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？最靠近现在的一次。哦天哪！真的？怎么每次旁边都？因为你很久没交女朋友了嘛，那花钱的那一种啊。哦，这个真心话，这个真心话，如果说错，我等一下下去就摔死。我从来不花钱 ，OK， 我从来我不嫖妓的。对对，不是真心话。我们先讲好规则，我们没有要玩那么重，还是温馨。不要问这么闲，发动毒誓，不要问这么闲啊！担心你的安全啊！发动毒誓，你完了，你要问你就完了。我是合家观赏都 OK 的内裤，应该超过一年。应该超过有一年半吗？一年半，这假？一年半左右，一年左右。